冤的現象，就是佛段只是用來指引基督徒的生活，都應該是讓其他人看到的基督徒生活。今日的福音提醒我們一個重點，基督徒的生活要被人看到的，認得出的更加不少的。為此，耶穌用不同的形象去講這個重點，他想基督徒做在地上的鹽，大家都知道為我們的營養和飲物飲食而不是必須的食品，而是可以有正確就要你以及有保住的作用。耶穌主要講的就是每個基督徒是要你團體有優質的味道，直到以融入食物當中，是會提高美味的效果。事實上，有鹽和無的食物，無鹽的食物味道相差是很明顯的。同樣，每個基督徒都要在社會工作，經過時間的責任，能夠令到團體有味道的話，這樣先算是有效力的信仰。如果我們或者我們的團體只是顧著關心自己心靈的益處，而我盡力出去伸手助人的話，感激基督徒生活雖然都有的有些味道，但是不會有影響力，或者是一個極端，我們不但沒有什麼影響到社會，我們更被人哋影響咗，就被世俗社會嘅沾染，咁就好似冇效力嘅鹽一樣，對味道冇用處。耶穌話：你哋係世嘅光。在約翰福音，耶穌都約翰福音都咁講：我是世界的光，呢個係耶穌講嘅。跟住我哋決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耶穌都咁樣叫緊我哋做佢為世界所做嘅嘢。福音的信息是要透過我們的言行去照耀他人，不過有些人會不喜歡，正如選擇黑暗，還有想令到啲光完全熄滅，雖然是這樣，但不用怕。耶穌是真的跟佛段佛段到都這樣說，有人為了我意用物逼害你們，你們列祖一切為禍為旁
望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耶稣用祭物两个形象描写基督徒的生活，一个是由于建立在身上的圣善感，无法隐藏；第二，由担要放在担头上面，只要拣好众所有的人，加入基督徒团体，其中一点就是要将我们的信仰领到他人看到看见，尤其是为我们仲未认识耶稣和他的福音的人见到。那问题就是，耶稣想人们看到啲乜嘢嘢咧？會唔會喺團體嘅團結嘅建設嘅團體，好靚嘅教堂，定係個個都遵守戒命等等？唔使懷疑，所有呢啲都係好嘅，但係整就啲就要睇一睇讀經一。讲乜嘢？我就系读翻《史记》读经一嘅。我所争议的斋戒，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厄上的绳索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指定所有的厄啊，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，收容无地容身的穷人，到自己的屋里，见到积山奴隶的人，给他衣服？如果我哋跟住咁做，先至能够做到地上嘅事。进入继续第一经第一读经一，以赛亚先知继续讲：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，你的黑夜将成为白昼，让我们有的光明亮咁照耀他人，唔系话要俾人哋睇到我哋做得几好几多嘢，而系要俾其他人认识天主系所有人嘅主，佢系爱所有嘅人。在軌道才有最終的喜樂，就是其他人和我們一起為天主營造一個他想我們擁有的世界。我們就可以學習聖保羅的好榜樣，他在讀經中坦白承認，在他內的軟弱、恐懼、戰驚不安等等弱點中，他讓聖神帶領他做基督的見證人，感受天主的眷顧，直至保羅呈現在大眾眼前。所以我们时时说自己没什么天分，没什么能力，没什么受教育，我们可以
將同天主的敬意同大家合作，一起建立天主的國，天主的國在人間，我們人間好似是天主的感念，願你的國來臨。主啊，平安。